Hello， 大家好，沈阳老板。周末出门，我们今天来 Outlet Phoenix Premium Outlet，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全家一起逛 Outlet。进来的第一个点就是 Coach。妈咪，我之前的 Coach 就都在这边买的。我们今天来 Outlet 的主要目的是登山鞋。这个好像也是类似有点像绕园区的小火车。前面有 Adidas， 我们看一下 Adidas 有没有登山鞋。这一家店我觉得可以。这怎么那么？好帅哦！好帅哦！这个装逼超厉害！哇！这是什么鞋？我看。好贵哦。我先来这。它有鞋吗？它可以登山吗？重点是它可以登山吗？感觉就很不行。哎，不要拉。我感觉好像抓地力很厉害。怎样？因为有这个什么，好刺哦。对啊。那他起下这一堆有的没的是要干嘛的？就是感觉他这个是不是可以拔掉？拔掉。不要乱拔。他会拔了40块就没了。啊？他这里直接写。对啊，那个是 hiking 没错啊。然后这个就是篮球啊。啊。串。这个就没有洗牌可以这样。Gap 的衣服，来去看一下他的登山鞋。这一双要交给哥哥穿的，鞋底看起来抓地力应该还不错，哥伦比亚。没想到哥哥已经穿九号半了，我要看一下我的十号，这个应该就比较正统的登山鞋。主要就是要这个抓地力，不然上次去登山，下山的时候，石阶梯脚会滑，小屁孩一直滑。你看你自己，你脚抬起来，你看你小屁孩那个，我到底在干嘛？不是你那个底都不见了，你那个当然上次会滑。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鞋底都平平的，就是跟轮胎没有纹路一样。好，来看一下我要帮弟弟买的这一双，这是不是很小？这个。它这个比较像是轻盈的登山鞋啊，就穿起来比较轻、啊，然后但是主要是这个鞋底的抓地力要够啊。来来比一下，比一下，就是这个就是，哎我要凹很痛。这个就是轮胎已经磨掉了，还是新的轮胎。看，我来帮你拍拍看好不好看？来，嗯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就是感觉可以休闲穿，也可以登山穿。我看一下鞋底，没有。哦，这个鞋底抓地力蛮强的。香的吗？对，我觉得它就只有登山穿了。可是我觉得它，我不要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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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登山鞋，哎，你有好像有一点，但是不会啊。我觉得因为它这个鞋带红色，然后后面又有那个黄色，感觉。还不错看啊，所以这一双是多少？50块。OK， 我们鞋子挑好了。所以我跟哥哥的加起来是86块，两双鞋。
因为它特价之外，第二件再五折，然后妈咪跟弟弟的是70块，所以我们加起来也才156块，所以四双鞋156块美金，还蛮便宜的。哦，这个另外送的折价券，消费满100折20块，11月可以用，11月1号到11月30号。我们可以自己用啊。买完鞋子绕过来大院子买饮料，手摇饮，来买一杯珍珠奶茶。看你还想喝什么啊？好，我们来去看有什么珍珠奶茶，而且它感觉是黑糖哦，很浓的黑糖味在店里面。点了两杯，加小费要12.40。我要先吃一口。好。小弟啊。对啊，不然呢？珍珠奶茶到美国当然是珍珠奶茶。不然会变什么？但是奶茶有一种另一种味道，要是台湾那种。真的有正统台湾味的珍珠奶茶味。我觉得关键就是那个珍珠，黑糖珍珠。所以妈咪下次要煮珍珠的话，要煮黑糖珍珠。这样会很为难吗？不会。黑糖珍珠跟平常我们煮珍珠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干嘛，哥哥？你放鞭炮？擦不破。它们有什么不一样？黑糖珍珠就是煮熟了之后再放，再加黑糖。那是蜜。什么蜜？就跟珍珠相关。如何，哥哥？跟台湾的珍珠奶茶味道一模一样。心心念念的手摇饮终于喝到了，之后每个礼拜都要来买。太远了。他为什么他不会不会在北凤凰城开一间新的？现在那边那个华人台湾人那么多。我们加到这边多久？好像要半小时哎。这边我们如果回家的话要多久？30分钟，对，就是半小时。半小时车程买杯饮料，别闹了。一杯真奶，200块台币。开碗，对吗？哎，现在汇率比较高，那是不是应该要把美金转回去台湾？今天出去了一整个下午，晚上回来吃好料，这看起来好好吃哦。那个水饺是哪里买的？这个是馄饨。馄饨不一样啊？不一样啊，皮比较薄。哦。它有两种，一种是味全的，在亚洲超市买的；一个是 Costco 买的，就是那个韩国的。那个 Costco 的看起来比较好吃，它是不是韭菜？还是都是韭菜？这个是虾子的，这个是味全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深色的是味全的，浅色的才是那个 Costco 的。这个才是 Costco 的。哦。它价格是三倍耶 ，Costco 的便宜三倍。Costco 是三分之一，对，没有便宜三倍。便宜三倍。好，赶快来吃。我来吃晚餐，来吃看看，蛮好吃的，真的吗？你们有吃过了？对，但是我没有做成，我们是做成甜点，对。哦，那味道，那个菜是什么？马头辣，好香哦，好吃。你说马头？马兰头。所以你说这个是哪里买？哦，丽丽超市买的。要拍一下它的，然后这个是 Costco 买的，我吃看看 Costco 买的。嗯，好，要拍一下它长怎样吗？好啊，
只是有点小喝，好吃。我要吃一口。那你过来吃云吞，到底是水饺馄饨还是云吞？来，喝汤。好吃。嗯，馄饨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